今天我们去那个平潭啊，这个经过那个叫什么桥？桥松下大桥，这是松下跨海大桥啊。要去那边坐这个船过去，现在进去买票了哈。其实就是两块石头了，但是为了这两块石头，你要坐船啊。现在在平潭的海边都有海鲜的味道哈，大家都穿着这个救生衣哈。现在我也穿了救生衣啊，准备登船了。现在要坐这个游轮哈，去对面的两个石牌上面去。哇，这个海真的很蓝啊，很漂亮啊。进入景区的游客需主动佩戴。现在我们去坐船了哈。哇，你看这个石头啊，这石头是不是很漂亮？哎，这个石头很漂亮啊。那我们团队准备登船了。哇，这个这样子感觉哈，很有感觉哈。好美哈。Thank you.
在这等船呢。郑总，采访你一下，平潭岛怎么样？前线拿过来，前线拿过来可以啊。真的，这个海边很好哈，你看。耶，我还是受伤的哈，带着受伤的手。跟这个兄弟，这个后面那个石头很漂亮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船来了哈，船来了，我们准备坐船了。船来喽，船来喽！哇，好几个呀！上船了哈。直接走到背后去。石头的，现在已经，我们还是在船上哈，到了，然后准备下船了。这两块大石头真的很漂亮，平潭的地标式的景观哈。这边哈，我们就准备下船了，看这两个地标式的帆船的那个石头了，很大。这个是后面那个地标式的平潭岛的石牌岩景区哈，这个跟帆船一样的这两块石头哈，很漂亮。这边就是岛边的海边的。哇，这个很大。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了？还有几位啊？哇，这个大不大，郑总？想到了什么诗句？这个到了下面，到了现场还拍不出效果了，还必须远的拍。没错啊。刚才在床上那个。他用单反来拍的。它这个是全国最大的这个花岗岩海石柱。嗯。讲吗？我只会到这里了。这个是全国最大的花岗石柱哈。要到这里来，非常多人哈，我们已经登岛了，就是为了这两个石头哈，两块石头哈，这边一块，这边一块哈，这我们福州的平潭啊，福州的平潭，这真的很漂亮，太漂亮了。就是这个角度比较好。走走其他，然后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两个大石头哈，围着这个岛转一圈哈。岛上很多人哈。钓鱼啊！我操！
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景观哈，石头就是这样子哈，每个角度不一样，石头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哈。然后我现在是在福州的平潭哈，刚才是那边过来的，都不一样哈，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哈。那我们视频进去。这个帅哥啊，我要拍这个帅哥啊。这个美女啊。现在我是在这个平潭的海岛上哈，很多人哈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卜谷哈。今天我来到了平潭的海边哈，这个是两个帆船，很漂亮哈。这边景观是很漂亮的哈，这边景观很漂亮。这景色很漂亮哈，这个在平潭的小岛上。转过来，走过来，不要走过来。走一点点吧。都是石头。来，现在爬到这个位置哈，可以看到这一个大石头哈。然后那边还有个灯塔哈，这边是在这个这块石头的下面哈。所以说要注意安全哈。这里爬到这个外面去看一下哈，好漂亮。这才是大海的感觉。现在走过去哈，这种就有点都是海的感觉。这水还是很清澈的哈，这个水还是很清澈的哈，透明的哈。这天空很好啊，现在有点云朵，没有拍不到。这里天空很好。化妆的是吧？那就是工。